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他是二狗，躲镜头。现在是早上的8:40，刚才那个加油站的姐姐特别好，过来拍照告诉我，可以做核酸啦。现在呢，我和二狗是收拾完毕啊，我现在准备和二狗呢，带着二狗呢去做核酸。做完核酸之后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吃的，想吃点热乎的。吃完了，咱们继续赶路，继续出发。找了一圈没找着，后来又问人说上这个卫生院来，然后找到这块的卫生院了，咱们进去上里面看一看。这儿呢，核酸做完了回来了，挺快的。到吉林这边做核酸呢，就得用他们的这个叫什么集市办了啊。然后核酸结果，听话，坐下，坐下。用集市办做完了，到时候他们再看，就几个小时之后，和我家里是一样的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在这个集市办这个小程序里面，一查就能查到了。就是换了一个，我们黑龙江是龙江健康码，到吉林就是集市办。可能你再到别的地方换的又不一样了。本来想着吃点热乎的，结果医院已经到边上了啊，就是这附近已经没啥吃的了，所以今天就还是对付一口吧。带着肠，哎。谁给你养成的规矩？我让你吃了吗？这是你吃的吗？闻都不准闻！来，肠放在这儿，他不敢吃。哎哎，我让你吃了吗？没经过我的允许，你能吃吗？你们都说他不乖不乖，你看他是真不敢动。我不让他吃的东西，他是真不敢。来，坐下，坐好了。哎，我让你吃了吗？你看，哎，我让你吃了吗？吃吧，啊，这才敢吃。你们都说他不乖不乖，他多乖呀！他我不让他干的事，他也不敢干。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挺皮的，坐着吃吧，我也要开吃了。出发出发啊！刚才丢人了，又灭了一次火啊！今天早上第一把，看今天能灭多少次火，我这一天天的，就是车起来就不怕了。把三档加油走。哈尔滨坐那过期了，到这卡口人让我上那免费坐一个。我今天早上不是坐了一个吗？结果没出来呢，就在这再坐一个，坐一个之后就可以走了，还行。这是昨天过了一个卡口，今天又过一个。我现在已经到内蒙古的地界了，然后我现在下车去做核酸，做完了，还挺快的，还挺顺利的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。然后咱们现在继续出发。
地方了啊，是停在了这个市政府对面，这边有好大一片停车场，给你们看看啊，环境真好呀。那个是市政府，市政府对面这面这么大一个停车场，这面是干啥的都不知道，然后绿化绿的也特别的好，很大的空位。那个地方那个方向是卫生间，我特意挑了一个离卫生间非常近的地方啊，这样上厕所就比较方便了。就这样，哈狗已经拴在车下了，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儿度过了。我是真没想到通辽的环境这么好，一进来高楼林立，就是原来在我印象当中通辽好像是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这一来觉得哇，我感觉比我牡丹江好。看着头发已经不行了，明天准备烧水洗头发，也不能奢侈的去找个理发店洗了，也不能住这个宾馆了。我想好了，我不到成都之前，我是一天宾馆都不再住的，因为这一趟在我们东北这面呢，其实通辽也属于我们东北吧，因为他们说话的口音还和我们口音是一样的，还不算太热，身上也不会有味道，因为我从哈尔滨出来之前给我洗了个澡，给二狗洗了个澡，身上就也不黏也不热，这两天又下雨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不热。所以说在我不到成都之前，我决定我不住宾馆，我就一直在车上住，洗头洗澡什么的都在车上解决。明天给你们看看我在车上哈是怎么洗头的，这个洗澡还得再研究怎么洗，洗头发我今天在车上已经设想一圈了，设想好了要怎么洗了，明天咱们拭目以待吧。